今天的发烧话题，我们要带大家来关心的是天气上的变化了。今年第十三号台风康森已经登陆菲律宾陆地，紧接着第十四号台风灿树也在今天早上生成。原本气象局预测灿树的路径可能呢是从台湾的东部登陆，不过呢下午路径再往南修，可能是从南台湾这边擦边而过。但是台风强度持续的增强，接近台湾的时候有可能会达到中台等级。气象专家评估，最快在十号上午，灿树就有机会进入海警范围，发布陆警的几率很高。而以欧洲模式来看的话，周末呢将是台风影响台湾最剧烈的时间。卫星云图，双台共舞，菲律宾上方的康森台风率先在六号形成，今年第十三号台风正往海南岛方向移动，紧接着第十四号台风灿树也在七号形成。气象局预测它的路径再往南修，可能会从南台湾擦边，但强度持续增强中。来影响我们的时候，可能就是比较强，就中度台风的等级，请大家多留意。如果以目前最可能这条路径看起来，是对我们会有警报的可能。各国预测灿树路。欧洲模式可能从台湾南边海域扫过，而美国模式则有可能从花莲登陆。专家认为，九月九号到九月十号是重要观察期，影响台湾的关键之一，太平洋高压减弱的趋势。高压减弱时间越快，台风往北移动的几率越高。关键二还要观察灿树有没有可能跟康森产生藤原效应。如果产生藤原效应，基本上的影响会让灿树的台风的路径呢会比较偏北一点点，也会影响它移动。速度，十一号、十二号，它是影响最明显的时间。气象专家认为，最快十号上午可能会发布台风海上警报，至于陆警发布的几率也很高。预估十一号迎风面，花莲以南、恒春半岛将有雨势出现。十二号降雨范围从花东扩及到嘉义以南。十三号台风逐渐远离，但中南部仍会持续降雨。不过雨势强度还是要看台风路径变化，后续的动向得密切观测。记者宋报道。学生被甩出了校车的意外，这是辆桃园客运的学生专车，司机一个转弯，风鸣器大作。当时有一名站在安全门旁边的女生碰到了安全门之后，整个人就被甩出车外。所幸当时呢，在后方并没有来车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。不过这辆客运六月二十二号才通过了定期检查，照理来说，安全门不应该一碰就开，是否是因为转弯的惯性？或者呢，是因为开关出了问题，公路总局已经派人调查。桃园客运载满学生，许多人没位子坐，站在中间走道后方安全门旁。一名女同学靠着铁栏杆，没想到这时司机一个转弯。安全门风鸣器大作，女学生整个人往外摔，跌落马路。谁把安全门打开来啊？还好后方没有来车，附近民众看见赶紧上前帮忙，将女学生扶到路边，刚好有员警指挥交通，赶紧叫救护车。惊险意外就在桃园，六号下午这台桃园客运协助载运学生，没想到转弯时发生意外，只是好好的安全门为何突然打开。通常我们开安全门第一个会有一个盖子，如果学生有碰你这个盖子的话，风鸣器一定会响。假设它不会响的时候，你在打开开关的时候也是会响。若是开关都没问题，经验老道的司机怀疑也可能是转弯惯性所致。转弯处，那可能是因为转弯的时候身体的力量，重力加速度把门推出去。但是司机也说，因为惯性把门撞开实在很少见，就算是用力撞，我们怎么撞都不会。没想到司机示范这一撞，玻璃还真的破掉，让人对客运安全捏一把冷汗。该行车均已召回原厂检修。公路总局表示，出事客运六月二十二号才刚通过定检，已经派人前往进一步了解，要找出意外的真正原因。记者林柱强桃园报道。Delta 变种病毒来势汹汹，台大医院经传无预警的关闭了部分的手术室，院方回应院内出现确诊者足迹。对此，指挥中心也表示有收到台大医院的报告，传出确实是有麻醉护理师确诊，但是初步的疫调还在进行当中，也还没有列入案号。初步了解知道呢，这名护理师呢，他已经接种过两剂的 AZ 疫苗，也做了两次的 CT 值裁剪，一次是三十八，一次是三十六，显示呢应该是感染有好一段时间了。外界也推测了，由于麻醉护理师在替病人进行麻醉插管抽痰的过程当中，最接近病人呼吸道，会不会因此染疫？目前还要厘清。
台大医院再爆染疫危机，传出有麻醉护理师确诊，相关手术室也关闭。对此，指挥中心表示，确实有收到台大医院的报告，院内有一个可能的确诊案例，但还在疫调中，尚未列入案号。至于身份是不是麻醉护理师，指挥中心没有说明。台大有这样的一个报告，不过那个还现在未列号，但是目前的疫调在进行中。的确是有，医院内有确诊者足迹。部分手术暂停。台大医院回应，确实有确诊者足迹，一部分手术室关闭清消，何时恢复正常还不知道。初步了解，此名麻醉护理师已经完成两剂 AZ 疫苗的施打，但是还是染疫。采检结果，第一次 CT 值38，第二次36，病毒量都不高，将针对他的足迹还有接触者进行框列。外界推测，由于麻醉护理师在替病人进行麻醉插管抽痰的过程中，最接近病人呼吸道，可能被染疫的病人感染，他们也属于非常高风险的第一线医护人员之一，但也有人担心此案是否跟幼儿园群聚事件有关。这不能这样想，跟这个无关。目前还得等待疫调结果才能确认感染源。记者台北综合报道。首批的 BNT 疫苗在2号顺利抵达台湾，23号将会开放给12到17岁的学生优先施打。不过呢，有家长仍然在观望当中。指挥中心表示，错过了第一波也不用担心，可以在第二剂开打的时候再来接种。但是现在呢 ，Delta 变种病毒来势汹汹，台北市长柯文哲他就建议了，现在应该要比照美国的战术，让全民施打两剂疫苗之后呢，干脆就让疫情流感化。但是指挥官陈时中直言，这不太可能。新北幼儿园爆发群聚感染，又让民众好紧张。台北市长柯文哲有感而发，提出比照美国战术，全民打两剂后，让新冠肺炎流感化，就不用每天疑神疑鬼。对此，陈时中认为不太可能。全民每一个人都打两剂，那是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了。有一部分现在还没有列入这打疫苗的适应症，大家也知道，有些人是绝对不打的，那这也没有强迫。但想接种疫苗的12到17岁国高中生，随着首批 BNT 疫苗2号顺利抵台，9月23号将在校园中开打。有家长还在观望，不想首轮就接种，未来是否还有机会？有人想说早一点打，有人想说晚一点打，这我们都尊重。那接下来我们就会开放其他的年龄层来打，第一波没有打，就跟着在第二波打。错过了还能回头，但变种病毒兵临城下，不能再等。台积电董事长刘德英向政府呼吁，中央地方应再加快接种BNT 疫苗速度。这是 BNT 它标准品来的比较晚， mRNA 的疫苗我们的检验是要14天，相信它不会有问题，但是步骤是不能少。那至于这一批之后下来，可能就可以在大概7、8天，不过再加上解冻，可能时间都会稍微长一点。对抗疫情最佳战术只能滚动式调整，但疫苗还是现阶段最直接有效的保命符。记者郑群刘蔚成台报道。